大家好，EBG 巴沙拉欢迎你们，我是双喵，在利赫鲁大学教汉语。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汉族与少数民族。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民族，我们印度也有许多民族，中国也一样。汉族是哪一个国家的民族呢？是不是韩国的？不是，汉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。中国大地不仅有汉族，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。今天我们看看在中国大地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如何和睦的过生活？他们的文化如何？我们这本课文的学习成果是什么呢？学习成果是了解中国民族，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现状，各民族的文化、风俗、民族分布。生词，第一，同意。同意的意思就是不分合为整体，分散变为集中，分置归于一职。同意可以做形容词，也可以做动词。中国是一个同意多民族的国家。这里同意是形容词。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，这里同意是动词。第二个生词是总称。总称的意思合起来做。总称可以做动词。可以做名词。飞机是对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的总称，这里总称是名词。比如说，所有的印度人总称为印度人，总称为印度人，这里总称是动词。第三。辽阔，辽阔的意思是形容原野或水面非常广阔。辽阔的草原，辽阔的沙漠。我们可以造一个句子，比如说，蒙古的草原非常辽阔。还有一个呢？蒙古的沙漠非常辽阔。第四，富饶，富饶是形容词。我们可以造一个句子：这块土地肥沃富饶，意思就是种树的时候，这块土地非常好。第五，携手。携手的意思是彼此手拉着手，共同。携手是动词。我们都携手共同劳动，这里携手是动词。另外一个句子是。中美双方决定携手建设这个项目，这里携手也是动词。第六，灿烂，灿烂是形容词。我们可以造一个句子，比如说，印度有灿烂的历史，文化很丰富。第七，继承。继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
继承的意思是接收前任的传统，继续前任的事业。继承是不是动词，还是形容词，还是名词？继承是动词，可以说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。这里继承是动词。继承了遗产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他爸爸老了以后，或者他爸爸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就是他爸爸的财产属于了他的儿子。第八就是频繁，频繁的意思就是多次。次数多，频繁也是形容词。比如说，他与印度人的交往频繁，那意思就是他和印度人交流很正常，他跟印度人交流很经常，不是一次，但是很多次。第九，巩固。巩固是形容词，也是动词。巩固呢，意思就是牢固、不易动摇的，多用于抽象的事物。比如说，巩固了友谊。友谊是不是抽象的？对，友谊是抽象的。巩固了。知名，你们看看，知名也是抽象的。这两个句子里，巩固是动词，那怎么用形容词呢？巩固的友谊，这里巩固是形容词。第十个生词属于史诗。史诗的意思就是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。我们印度有没有史诗呢？当然有，中国也有。那史诗的量词是什么呢？史诗的量词是部，比如说一部史诗，两部史诗。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，魅力富饶的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，这56个民族世世代代携手共同劳动，共同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创造中国灿烂的文化和让人羡慕的历史悠久。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灿烂历史和文化传统、宗教和生活、习俗风俗多彩。中国现在有13亿以上人口，占世界的1/5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现在中国是一个和睦、友爱的民族大家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中国实行了民族平等、不分大小、团结互助的政策。各个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护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。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。
今天中国的广西、云南等少数民族未集中的地方都在秦朝的统一管理下，并没有正式的新疆区划。汉朝继承秦朝制度，国家更加强大。汉朝在西域设置机构，管理四周各民族，包括今天新疆各族人民的祖先在内。在汉朝与少数民族频繁的交往活动中，汉朝殖民逐渐被其他为民族用来称呼华夏民族，逐步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民族汉族。经过清朝的开创，汉族的巩固与发展，中国逐步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。汉朝以后，中国历代政府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格局。各个朝代的中央政权既有汉族建立的。公元前13世纪，蒙古族建立其统一的多民族大元帝国。元朝在全国实行新省制度，在南方少数民族寄居的地区设置使馆，在西藏设立驻馆。军政事务的专门机构，西藏从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同时设立机构驻管台湾和周围岛屿。到元朝的时候，民族称分已经包括现今中国最大数民族。满族崛起后，中国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。清朝在西域设置机构，并建立新疆行省，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，并确立了由中央政府赐封大来半山两道活佛的制度，在西南地区实行盖土跪流等一些类政策。新中国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状况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为了全面贯彻实行民族平等政策，从1953年起，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考察工作。识别考察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，按照科学认定与民族的意愿相结合的原则，只要具有构成大理民族条件的，不管其社会发展水平如何，不论其居住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，都认为一个民族。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，到了1954年，中国确定了38个民族。到1964年，中国政府又确认了15个民族。
架上，1965年确认罗巴族，1979年确认的金洛主族，全国少数民族被正式确认并公布。迄今为止，通过识别并经过中央政府认为的民族有56个，即汉族、阿昌族、拜族、包万族、布浪族、布依族、朝鲜族、倒卧儿族、傣族、道昂族、东乡族、侗族、独龙族、俄罗斯族、鄂伦春族、傈僳族、洛巴族、满族、茂南族、门巴族、蒙古族、苗族、仡佬族、纳西族、怒族、扑密族、羌族、撒拉族、畲族、鄂温克族、高山族、仡佬族、哈尼族、哈萨克族、赫哲族、回族、基诺族、金族、江坡族、柯尔克孜族、拉祜族、傈族、雪族、达契克族、塔塔尔族、图贾族、土族、佤族、维吾尔族、乌兹贝克族、锡伯族、耀族、彝族、裕固族、藏族、壮族。由于汉族以外的50个民族人口比较少，习惯上被统称为少数民族。人口在56个民族，汉族的人口最多，有4.4亿，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.59%。其他55民族是少数民族，共有9120万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.41%。各少数民族人口差异比较，壮族人口最多，超过1692万。超过1000万的少数民族有4个，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的民族有5个，人口在100万到500万之间民族有9个，人口在100万以下、10万以上有18个，人口10万以下、10000以上有13个。人口不到10000有6个，居住在西藏南部的塔塔尔族的人口最少，仅有3556人。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少，但他们占全国的63.8%面积。主要分布在西北、西南、
东北等地。云南省是最多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。云南省有21个少民族，也有大量汉族。中国少数民族2010年普查人口数据主要分布地区表。壮族人住在广西、云南，回族人大部分住在宁夏、甘肃、河南、新疆、青海、云南、河北、辽宁、北京、内蒙古、天津。满族人住在辽宁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河北、北京。维吾尔族，他们居住在新疆、湖南。苗族人在贵族、云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。彝族人居住在四川、云南。藏族人呢？西藏、四川、青海、甘肃、云南。蒙古族，他们住在内蒙古、辽宁、新疆、吉林、黑龙江、青海。侗族呢，在贵州、湖南、广西。布依族在贵州。瑶族人住在广西、湖南。大部分的白族人住居在云南、湖南。朝鲜族，他们大部分人住在吉林、黑龙江、辽宁。汉尼族人在云南居住。彝族人在四川和云南。哈萨克族在新疆、甘肃、青海。傣族人在云南。畲族人在福建、广西。傈僳族人在云南、四川，侗乡族在甘肃、四川，仡佬族在贵州、广西，拉祜族在云南，回族人住在贵州、广西，纳西族人住在云南、四川，羌族人在四川。土著人在青海、甘肃，摩老族人住在广西，锡伯族人在新疆、辽宁，柯尔克泽族他们住在新疆，金珀族大部分人住在云南，导斡尔族人住在内蒙古、黑龙江、新疆，撒拉族在青海和甘肃，布浪族在云南，毛南族在广西，塔吉克族在新疆，普米尔族在云南，怒族在云南，奥文克族在内蒙古和黑龙江，敬族在广西，季诺族在云南，德昂族在云南，包安族人大部分住在甘肃，俄罗斯人住在新疆，尤古族人住在甘肃，乌兹别克族人住在新疆，满巴族人住在新疆，鄂伦春人住在内蒙古、黑龙江，都隆族人住在云南。大部分的和哲族住在黑龙江，大部分的高山族住在台湾和福建，罗巴族人住在西藏，塔塔尔族住在新疆。
个民族的文化。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，拥有普通话的使用者超过世界人口总量数1/5，所以普通话、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。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汉字不断是发展和各个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少数民族的语言很丰富，除了回族、满族使用汉语以外，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。语言总数已经达到了80多种，有个民族也有2种语言，钮钴族。分别为东部钮钴语和西部钮钴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只有20亿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。1949年以后，国家帮助壮族、布依族、纳西族等市级的民族制定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。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很高，引人瞩目的是史诗和叙事诗。公元前13世纪，陆续创造而成的《格萨尔》。《王传》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，它通过英雄格萨尔事迹反映了藏族古代历史、社会生活与风俗。玛纳斯是噶尔科族维吾尔族的富勒智慧，傣族的昭顺顿，彝族的阿诗玛，都值得骄傲的英雄史诗。蒙古族的《蒙古秘史》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部代表作品。维吾尔民间文学中有一个阿凡提的人物，关于他的笑话和故事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。清朝的四大小说之一的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是满族人，现代著作作家。现代著作作家老师也是满族人。中国少数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，少数民族男女老小都喜欢唱歌跳舞，善歌、情歌、祝福歌、古诗都有浓厚的民族特色。维吾尔族的新疆舞蹈、傣族的孔雀舞蹈、苗族的陆胜舞、朝鲜族的丁睡舞、畲族的竹竿舞，都是少数民族代表性舞蹈。少数民族的工艺美术水平很高。少数民族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帽子，身上挂的精致漂亮的装饰物，都显示艺术才能很丰富。此外，中国各民族有自己的传统节日。例如，
汉族的春节，傣族的泼血节，蒙古族的那大贡大会，彝族的火把节，壮族的戈胥，藏族的藏历年和望过节。本段课源呢，第一，帮助学生们更深入了解中国民族；第二，少数民族与汉族丰富多彩；第三，给同学们提供网上的视频连接，鼓励他们有空时自己去看看有关视频，增进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了解。总之而言，少数民族的工艺美术水平很高，少数民族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帽子，身上挂的精致漂亮的装饰物，都显示艺术才能很丰富。此外，中国各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节日，例如汉族的春节、傣族的播孝节、蒙古族的那大贡大会、彝族的火把节、壮族的戈胥、藏族的藏历年和望过节。从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们有机会，一定要去中国。谢谢。走。